每次煮饭光是备菜呢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中式料理的葱蒜辣椒都要用手工切，真的很费工。那今天开箱这一组 1 meter 的佐料鸡就是来帮你解决这个困扰。等一下呢，我会用它来做健康又好吃的鸡肉丸子，一起来开箱吧。像我煮饭呢是绝对少不了葱蒜辣椒这种辛香料，所以厨房有一台像 1 meter 这种调理机真的可以帮我缩短煮饭的时间。它一共呢有三个刀头加上四个料理碗，这个手柄里面呢有一个高速马达，搭配这个不锈钢的四叶刀头，放进这个500毫升的玻璃碗，肉类轻轻松松就可以打得很细致，而且呢它连冰块这么硬也可以打哦。这个玻璃碗呢除了好清洗以外呢，味道也不怕沾黏在上面。它的操作呢非常的直觉，只要把这个手柄放上去，按压就启动，放掉就停止，单手就可以操作哦。而且它的透明料理碗呢可以随时掌握食材的粗细大小，底部呢还有做防滑垫，用起来就很顺手。这一颗刀头呢应该是很多讨厌剥大蒜的人的福音，因为呢它可以剥大蒜哦，你看像这样子蒜头就剥好了。另外呢，这个不锈钢的两叶刀头搭配这三个200毫升的料理碗，可以同时分开处理一些小容量的食材，也可以避免像是以前的那种调理机打完一次呢要重新洗过以后才可以再打。它最特别的呢是这个下沉式的刀片设计，量少少的也能打，而且呢像你在做蒜泥白肉的蘸酱，蘸酱的食材打完之后呢可以直接用这个当酱料碟上桌，让你少洗几个盘子的设计是不是很贴心。另外呢，没有吃完的蘸酱呢，也可以直接放入冰箱保存哦。猪肉跟牛肉呢是很容易买得到绞肉，但是鸡绞肉是还蛮难买得到的哦。但其实呢，用鸡绞肉做料理，除了好吃以外呢，热量还会比猪肉跟牛肉低哦。用 1 meter 这一台呢，可以一次把鸡腿肉、青葱跟洋葱打碎，不用像以前的调理机，处理完一种食材呢就要洗一次碗，真的很麻烦。加入画面上这些调味料。搅拌至有粘性，最后呢把丸子放进80度的水，也就是像画面上这样子没有被煮滚的水，等到丸子煮到浮起来呢就可以捞起来放凉，鸡肉丸子就完成咯。我会多煮一些放冷冻保存，有时候懒不想煮的时候呢就拿几颗出来煮汤，可以代替不健康的贡丸。这道料理呢真的是很适合忙碌又想要吃的健康的人。 1 meter 这一组佐料鸡呢还有一个很棒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堆叠起来收纳，这一点呢真的是传统的调理机不能比的哦。除了这个手柄以外呢，所有的配件都可以拆下来清洗，也可以进洗碗机哦。要当一个聪明的主妇呢，就是要懂得善用厉害的工具，而 1 meter 这台小白佐料机呢绝对会帮你免去很多切蒜切辣椒的繁琐公式，煮饭变快了，当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好啦，今天的开箱就到这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请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们下次开箱见咯，拜拜。